万万没想到，上个视频本来想向大家吐槽一下这个天气又是大雾又是大雨的，里三层外三层淋的一个通透，很影响我的奉献，结果没一个关心的竟然都被这手电给吸引住了。这玩意儿就一个普通的防爆手电，对于我来说就是个累赘，每个夜班你必须得整一把挂身上，没有半斤也有八两，挂上十几个小时你的肩周炎都给挂出来。当然也有那种比较轻盈的小号手电，但是没这亮度大呀。咱检查飞机主打就是一个安全，不过呀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神乎其技，只是碰巧遇到大雾了，空气中弥漫着各种水微粒，所以打开这个强光手电呈现出来效果就比较的好。不过被这手电晃一下眼睛啊，至少也得花一到两分钟。这机坪有时候噪音太大了，怎么和远处的同事沟通呢？就是不断的对他晃这个手电，然后嘎他就晕倒在地了。要是碰到川渝地区的，可能就会听见这句话。哎，回归正题，不是有人想要这玩意儿吗？我在后台商城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一个相同的商品，想了解的可以点这个链接去参考一下。